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倒下。本座有金刚魂魄，乃不死之身，凭你一介女流也想斩本座于剑下？谁是美羊尾？没了心如何相配？盼铃声清脆，帷幕间灯火幽微，我和你最天生一对。本座的确非常非常非常想杀你，想把你的手砍断，脚砍断，丢进忘川里喂牛。你说的那些我也想不起来啊。本座一定会好好报答你，把他给我看好，没有我的命令一步也不许出去。本座还从未见过像你这般懒惰的女人。看来得多拍点马屁才能留住我这条小命吧。本座到底是怎么了？想和本座扯，没这么容易。